Tristia Havana, oh nana. Il me ramène à l'est d'Atlanta, oh nana. Mon cœur est resté à Havana. Ses manières sont je ne sais quoi. Havana, oh nana. Ne me demandez pas comment tu vas. Quand il venait le voir, les autres filles tombaient derrière ses pas. Mais je ne peux pas s'enfuir, je l'ai toujours connu comme ça. Pendant ces nuits d'état, disais méfie-toi de celui-là. Je me sentais comme je l'ai su quand je l'ai rencontré. Je l'aimais quand j'ai laissé. Mais je devais lui avouer, oui je devais m'en aller. Banana.讲一下这首《哈瓦那》啊，这首歌呢，这个指法音高是都等于 G， 然后呢，变调夹夹在二品，实际音高呢是都等于 A。啊，这是一首女声歌曲啊。这首歌我的编配呢，除了一把吉他以外呢，还有一个贝斯啊。贝斯呢，主要就是负责了这个低音的部分。这首歌的乐谱呢，大家可以在大伟吉的教室官网上可以看到贝斯乐谱。如果有朋友合奏的话呢，你可以一起来完成这首歌。如果没有贝斯的话呢，用一把吉他也是可以用这个乐谱来弹唱，或者说来伴奏的。以后呢，我会陆续出一些有不同乐器在一起合奏的这样的视频，可能会更加丰富一些，因为这些年出了很多都是单曲的这个吉他弹唱的教学，有时候呢，可能两把乐器甚至三把乐器结合在一起呢，会看起来更加新颖。如果有学习吉他的朋友呢，你也可以跟你的同伴，一起来完成不同的一个乐器组合。好，下面我们看一下这首歌的前奏部分。这首歌第一个小节是贝斯进入的。大概是这样的效果，我这里面呢没有 bass 谱，这个谱子只有吉他的谱，从第二小节吉他进入的，是这样的，从第二小节的第一拍的后半拍进入的，这个都等于 G 的话呢，这个旋律的音符是咪发嗦发咪哆。咪哆这里呢有一个击弦和勾弦，在乐谱上面可以看到这个四五四上面有连线，就是击到五品，然后再勾回到四品，上面有 H 和 P，H 是击弦 ，P 是勾弦，再慢一点，第二个小节，这里面右手。我们在演奏旋律线条的时候呢，可以用食指和中指交替来完成，用这种靠弦的弹法，就是你拨完了这根琴弦，靠到下一根琴弦，这样的演奏旋律的时候，声音会听起来比较实，不是像伴奏的时候，这样
上时候听起来有点飘。然后第三小节，这个地方就很简单了。四频，空弦。大家看一下乐谱，然后这是第三小节，第四小节空第一拍的前半拍，然后还是有击弦和勾弦。这样就完成了这首歌的四个小节前奏，然后到第五小节就进入到这首歌的主歌。这首歌的伴奏呢比较简单好理解，从头至尾呢有四个和弦，其实你也可以理解成三个，就是这个 EM。 本首歌的这个右手的音型是抓拍弦，所以说同时最多就演奏了四根琴弦。比如这个 EM 我们弹的是，这里是六弦、四弦、三弦和二弦，没有弹一弦。这里面我只按了这个 EM 和弦只按了四弦，完整的扫弦还要按了五弦，因为我没有弹五弦，所以不用按。第一拍子是这样抓，然后第二拍子前半拍拍下去，然后第二拍子后半拍，一二三指在这个四三二弦再抓，这样的。下一个和弦呢是 C 的大七，也是弹了四根琴弦，五四三二琴弦。第三拍子就是前半拍低音，然后后半拍抓一二三弦，这样的。再看一下三个拍子，这是三个拍子，然后第四拍子呢还是一个拍弦，第四拍子的前半拍。这里面出现了第三个和弦是一个 B 的降九和弦，这样一种效果。这里面食指有一横按，这个 B 级的和弦呢还有一个 B 七和弦，就这四个和弦。B 七和弦是这样的按法，五弦二频，然后四弦一频，然后三弦二频，然后二弦空弦。这里面加上这个降九音呢，这个和弦的区别就是把食指按住 B7 的这个指型的时候，把食指这个变成小横按，然后按住二弦的一品就变成这样，这样的。然后呢这个整首歌的第一个小节过后，在第二个小节的强拍的地方呢是重音有一个前移，就是我们比如说从A 段开始进入的话是第五小节，然后第六小节的强音呢它的这个重音前移到上一个小节，也就是第五小节的第四拍的后半拍，体现了这首歌伴奏的音乐律动感，这样的。这首歌的伴奏你学会了这两个小节就通吃整首歌一直到结尾，实际上就是这么简单。但是这里面的抓拍弦呢，就是说这两个小节的循环，前一小节和后一小节是不一样的。我再慢一点，两个小节。在后一个小节的 B7 的地方呢，就和前面 B9 有个区别，就是这个食指的左手食指小横按变成还原到这个 B7 的位置。来的，我再慢一点，再看一下。整首歌的伴奏就是这样的，有的地方呢空了一个小节有的地方是没有空，但是基本都是一样的。所以说呢，这首歌的伴奏呢，这里面就已经讲完了，只是在不同的层次，比如说 A 段、B 段、C 段，你会根据这个歌曲的演唱情绪，重音就是加重一点呢，或者轻一点呢，你自己来找这种感觉。另外介绍一下这首歌的这个节奏呢是四四的拍子，然后每分钟是110拍。好的，朋友们，本节我们就到这里，下节再见。